这个就先不要转。嗯，哦，这个先不转，我直接做平直出来，放着，这个再转。嗯哼，啊，就等于那条线，等一下就都不做，对，对不对？就不做，嗯哼，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就加线，加线，加线，然后你这边，你看你里面比外面还要密，它是这样斜上去的，哦，其实应该要平的，要水平比较好，所以等于是这边，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来，这边要下来一点。这边的距离，这两针的距离太近了。嗯哼。所以这个下来一点。因为我去外面也要转，他那马在转。这个再下来一点。这样子就有平了嘛。嗯哼。就是因为你刚刚这边的距离太近了，近了像这两针也是一样。嗯哼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距离要调整一下，就最好、嗯、因为。离死的东西就是它没有电，所以我们那个平均要自己去